乔生、全宁、李春波、李林、李伟健。最美的时光是回家吃饭，在父母身边的朋友呢，平时要记得回家吃饭，忙活完手头的事儿，赶快回家吃饭，感觉就是好。我妈的米我就不够了吃，你我嘎的手摸了个的不知道，咔咔咔，咔咔咔。今天我们回家吃饭的厨房来了一位发小，沙拉阿果，我的同乡啊、同学，现在同事都是同事。刚才看到我们的姑娘和小伙子，在我们老家呀，都叫他们应该是表妹和表弟了。他们带来的是家乡的非常好听的歌。今天这个饭，我觉得吃的有点复杂，这个里头有浓浓的不仅是葱和香菜，还有这些菜的味道，真的是有离家多年的这个满满的对家乡的思念。其实真的，我觉得吃东西也好，我们说烹饪也好，美食也好，吃来吃去就是吃到儿时的记忆。对呀、啊，妈妈的菜好吃，对呀、啊，老家的菜好吃、以前吃过的某一道菜，然后再也复制不了的那个记忆的味道的。而且年龄越大，或者越是经历一些人生的特别的阶段的时候，就更想吃小时候的这个。你挺年轻的。今天来到这里，肯定不光是听歌的。对呀、啊，要煮饭哈，露一手，来露一手，露一手，沙麻果露一手，那是不得了的。因为他从小就不会做饭，他不像我，我是从小会做饭。而且小丫不仅是喜欢做饭，我爸特别喜欢就是厨房里的各种器皿。就是啊，这也是我特别郁闷的问题，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厨房？作为一个心理访谈的节目主持人，你来分析一下，我这是什么心理？我小时候被饿着了，所以长大了特别热爱厨房。今天你考验我的厨艺，我考验你的心理啊。行，我们一会儿做一道菜，我们找一首歌。行，所以今天是耳朵的盛宴，也是舌头的盛宴。今天第一道做什么呀？那你来了，你得来一个第一个菜。地道的哈，那地道当然说了彝族的，那可能就是坨坨肉了。去冰箱里拿食材。冰箱在哪儿呢？啥冰箱在哪儿？看不见呢。冰箱里的肉，又来喽。小艾让我做坨坨肉，我就犯难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说你们北京有咱凉山的肉吗？那种黑山猪，那在山上里奔跑的，而且吃的是什么？哎，猪会奔跑吗？山上奔跑啊，当然了，没有这样原料做不了。就是咱老家的猪都能跑哈。对，真的是在北京，我觉得要做这种肉很难。后来转念想，哎，还好，在北京有一家很有名的这个彝族餐厅，特别好，他们的原料都是从老家弄来的。所以后来我打了电话，你以为呢？就是你这么千辛万苦的弄来了这么一盘来自家乡的猪肉，对，也就意味着什么呢？今天你这乡愁在咱回家吃饭的厨房里是满满的，而且其实烹饪起来特别的简单，先把那个火点燃呢，点水，凉水还是水凉水？凉水一定要凉水煮，这个好猪其实不用焯的。老家的猪真的不用焯，我老家的猪会跑。你干嘛切姜啊？给你放点姜啊？不要，姜蒜我觉得都不要。要盐吗？盐一定是起锅以后要。哎，你在家煮饭都是这样一片一片的往下放吗？难道要倒吗？你这个倒不就水就起来了吗？啊，我长得吧特像一女的，其实我就是一男的。他每次他都这么磨蹭。把那个锅盖上。煮多久啊？煮半个小时。你看特别简单，姜也不要，蒜也不要，要点盐，而且里边就绝对不会添加任何。这个、是沙麻阿果昨天跟我说，你要给我准备福辣椒，准备蒜，要准备葱，还要准备这个。哎，这个得特别介绍一下。哎呀，这个你知道，你知道我找了好久。这是什么？木姜汁。哎，对，观众不知道，你给大家说一下。有一种叫做木姜油的木姜子，你看啊，把这个。我们说木姜子啊、特别香吧？特别香，就是这个。就相当于我们说叫彝族味精。意思就是彝族太太乐吗？这个是籽儿，这个籽儿呢，给它捣成那种沫。那你现在可以有事儿做了，你就捣这个吧。沙麻阿果，我觉得命运总是那么不公平。我从小就给你做店小二，到现在你还支持我把这个给我捣了。你说你穿个高跟鞋，穿个晚礼服，到了我们厨房就跟那儿，就指挥我。我本来还真是带了高跟鞋。哎，你跟我说这个要捣多碎啊？捣成沫呗。也不用太碎，大家看出来了吧？这就是从小指挥我，指挥惯了，捣成沫。你喜欢做吗？谢谢你成全了我。有那个啊！你说这大小姐看见这个就指挥啊尖叫，然后可以把上面的那个沫给逼一下，可以。这个才是打沫子的，拿这个，你看你是练过的啊，就是勤劳为厨房里，你看。
看最近你们那心理访谈怎么来了这么多？人家是带着困惑、带着心理问题来到我们演播室。你看我们这儿是本着一种关怀的一种态度去帮助人家。你还是经常来一下我们这儿，我们这儿吧接地气，然后呢食人间烟火，食人间烟火，然后有温度。这已经过了15分钟了啊，10分钟啊，嗯，搅一搅。还有什么？你闻一闻，你看咱不放姜，有没有闻到那种腥味？我闻一下，嗯。说实话啊，我就是没有闻到姜的香味儿。哎，我给你撒点姜末吧，尝试一下放两片姜。由于你是我的发小，我替你做。但是我现在得证明不放姜是没有那种所谓的那种腥味儿的，是吧？你看一会儿煮出来就成了姜味儿了。来，咱俩好久没在一起吃了，继续喝呀。哎，能喝茶吗？我觉得弄沏点茶喝多好。发小是什么？发小就是经常对你提一些无理的要求，还真有。足他，那你知道我喝什么茶吗？你可千万别跟我说你要喝100年的老普洱茶，我没有。就这意思。哎，阿果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一年咱去喝了一次老普洱茶，最后呢，我们说，哎，我们今天喝了100年的普洱茶了。最后他的同学，云南的同学说，一百年的茶还搁那喝，都长尴尬了吧？没尴尬。啊，没尴尬。越来越喜欢上您这个节目了。可以喝酒，还可以喝茶，喝茶还干杯是吧？那你像我们这儿煮干杯。哎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小雅这个问题啊？你们觉得我们今天的烹饪特别的轻松，没有污染，没有油烟，不炒不炸不喷什么的。我的这位发小最近生活有一些变化，当然他过得还是很幸福啊。这是我期待的。哎，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香马阿果打沫子，在打肉汤的沫子是这样的。注重我的形象是吧？你像个厨房的厨娘的样子，好好做。来，把手套戴着。不过我还想你穿什么，今天大家可能没注意小雅今天穿什么，穿胶鞋。我说你穿什么，我就穿这个鞋，50块钱买的。哎，我无法想象一个那种开心词典，您答对了吗？这样一个人穿了一双50块钱的胶鞋，然后就在厨房里就跟我们做菜了，上的厅堂，下的厨房。请不要用厅堂的时候用上座，而且厨房的时候用下座。关键我觉得特别佩服你，还是能把自己每一个面都展示给观众。正能量，真的，这个很厉害。像有些人是不会的，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哈。我觉得可以，可以了。哎，你擦一下，赶快闭出来。我给你拿盘去啊，是放这儿吗？ 对，我觉得应该放在一个先锅里头先拌一下。对，这个可以吗？这个这样，来，放进这里来了啊，姜得捞出来了吧？你什么时候能够改一改指挥我的习惯？你们家有盐吧？你是在讽刺我吗？放那个木姜子，可以加点葱，有点颜色。对，我给你弄点蒜，蒜最好不要。哎，辣椒，我来摆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所以这个菜你看。没有放油，只放了盐，对，放了辣椒，对，放了香葱，对，放了木姜。然而你要放蒜，坚决被我制止。对，我好不容易死皮赖脸放了3片姜。哎，你闻一下，香不香？香得很，了不起。比你那些油、草油、杂油啥子那些，我觉得好吃哦。你看，我跟山马二果在一起，我永远是那个我还想一个干体力活的那种人。你尝一下，好不好吃吗？再来点木姜子。真的挺好吃的，肉本来的颜色味道没有被盖掉。你要加又加蒜，那就成了吃蒜味了。介绍一下这个餐具，这是阿果专门从他家里带来的彝族，我们是用那个木头彝族的三原色嘛，红黑黄。你看，红是代表火焰，黑是代表深沉嘛，黄是热情嘛。所以你看彝族的器具也好，服装也好，这三种颜色是最基本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是专门来装肉的。哎，我再来点辣椒。哎呦，你吃太重了吧！坨坨肉送上，太好吃了，太香了。嗯，全靠那两片姜。哎，完了，咱们彝族人知道了吧？嗯、东西是不会自己那个的，要分享。所以我们再给那些表弟表妹们，让他们再尝一尝，好不好？来，尝一下子那个。我给你俩筷子哈。表弟怎么样啊？木子木是米色，很好，非常好吃。哎，这么好吃的坨坨肉，这个时候在老家应该是很欢快的歌声啊。当然了，就是感谢食物的那种歌声，欢快点的。啊，牛牛吧唧吧，夕阳吧唧吧，木子木吧唧吧，你有皮质吧唧吧，吃嘞阿福阿妈爱你个吧唧吧，啊，是牛牛吃嘞脚，夕阳吃嘞脚。哎，牛牛坐月桌，不是花花坐月桌，可惜今儿不是坐在旁边那个坐月桌。喂，走！一二三，走。
继续吃啊，一会儿还有歌声。我们再做第二个菜哈，一会儿我们做好了再请你们。泰特的调味品和双汇集团喊大家回家吃饭，同样呢，泰特的调味品和双汇集团呢也请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。今天我们回家吃饭的厨房是来了发小，发小拿食材去了，还要给我们来一横菜。来啦。什么横菜呀，刚才是横菜，我觉得这个是更加健康的。猜猜看，就是老家的荞粑粑的面嘛，荞麦面嘛。面甜荞还是苦荞？甜荞。确定？没吃。我能从老家给你拿甜荞来？一点都不苦啊。不苦啊，煮出来你就知道了。来，你来操作，我来指挥。哎，你怎么说起来这么顺口啊？来，你来操作，我来指挥你。一半一半。开水。荞面是这样，你如果放凉水和开水完全不一样，凉水煮出来的它就硬，开水煮完就软。来来来，你倒，我来搅。你还不是又指挥我吗？倒停。你怎么永远都能找到那个指挥者的一角啊？你倒，我来搅。那你搅，我喊你停你就停。好好，来倒停。哎，指挥人挺舒服的。倒，我发现我倒是指挥你了，可是我找一体力活而且还有危险，这面挺烫的。来来来，我来。一看你就没有揉过荞面的人。这行？哎，不行不行，你没揉过面吗？我来，像揉面一样揉。可以弄水了，我觉得。该你做，你带来的荞粑粑你。行了，面和好了，弄水去。揉啊，揉成团儿。厨房里来了大小姐，她又是以你的发小的身份出现的，挺不靠谱的。你这荞粑粑是要煮的吧？蒸。农夫。沙麻果。你说你揉个面，你就根本没用劲儿，你这揉的什么面呢？哎，可以了啊。你这揉面的架势都不对，揉面啊一定先要把案板固定好了。你说你穿个高跟鞋，弄个钉子布，在这揉啥面呢？加油，快了，让它有种粘合感就差不多了。已经很有粘合感了，阿老师，我汗都下来了。行了吗？我觉得可以了，给它弄成圆的，切成两片吧，二分之一。你这个是三分之二，哎呦，数学没学好。哎，你在家也这么挑剔？就是别人干活的时候，你还嫌这不是三分之一，那么大一坨？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太大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对的。这也大了？不不，这个不大，这个大了，因为你要把这个蒸熟啊，得好半天呢。开水烫呢，你有没有常识？这已经熟的了，然后就一压，弄成圆，往下一压，压成点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来来，这个我重新给你弄一下，别太薄了啊。哎，加到辣椒。是荞粑粑太热爱辣椒，它怎么滚也要滚到辣椒碗那儿去。放进去，放吧。你把盖子拿开，我才能放。来来来来，你说这有气儿，这么烫的活又让我干。只能蒸一个吧。切成两半蒸，不好看了吧就。那是十五的月亮，这是初一的月亮。这倒是，我觉得在家里怎么做的，我发现对呀，真是想回家吃饭。你这样你就省了嘛，要不然你这个能源又浪费一遍。对对对对，安老师，那个锅上气儿。十分钟，十分钟，怎么辨别它熟没熟？牙签儿。对呀、啊，这你强项，来。这怎么又成我的事儿？我来接锅，你来，当当当当，快点快点，气儿冒出来了。烫。再蒸一下吧，再蒸一下，还有一点点粘哈。我们此刻要给一个特写镜头，就是这个牙签上稍许沾了一些这种东西的话呢，就说明还欠一点火。对对对、嗯，好像心理访谈科学实验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人的变化？原来咱们老吃川味儿、辣味儿，对什么广味儿啊、上海味儿有点排斥，但现在好像你都接受，什么味儿都能吃了。哎，我的最大的变化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曾经看到一个场景，就是工地上，有好多工人。在吃午饭，他们就拿着大馒头就这个蒜，我当时觉得蒜怎么能够下馒头呢？但是我现在我发现，馒头和大蒜瓣在一起简直是最美的美味之一。熟了，快点，主人请把锅盖拿开一点。好的，这个这儿，给我拿手套来，稍微有一点粘。这个呀应该是什么呀，底下要抹点油。可是你又来油了，不要油，搁这儿。我给你看看不抹油的粑粑是什么样子。一二三，挺好的。不是，这是好什么呀，你抹点油就不会这样了。反正你回家吃饭，你又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是做给自己吃的，我就不要油。哎，你知道吗，你看这个，由于阿果不用油，所以今天我就不能说我们的厨房用油是鲁花提供的5S 压榨油，今天没有用，放回去一用油就把它
油的把它的味道抢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像人生一样，有主角有配角。快点烫！主角，我要是你这么爱美的一个人，我就会这样。哦，对，这样更好。蜂蜜，哎呀，你爱吃蜂蜜啊？因为这个是我们叫苦荞嘛，你看你吃起来会有种有点苦香味儿。来，行，为了这个做出又一道简单粗糙但是味美的荞粑粑，庆贺一下，请吧，你先尝。蜂蜜在这儿，你先第一口蘸蜂蜜，然后你再去蘸那个蒜，好不好吃？哎，你看那个冒着烟那个弹性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感觉。阿老师，冒着烟跟弹性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你真的觉得不好吃吗？我觉得你今天带来的这个蜂蜜还真不错。哎呀，真会夸人。你每天就吃这个呀？我今天没吃饭，我就等了这么一口呢。哦，这个我不敢，你先来一下。你真吃啊？好了，你太不尊重你的嘉宾了，我觉得比蒸馒头好吃多了。为了不被你熏着，我也得吃。人生第一次拿着荞粑粑就这个蒜瓣吃。如果说荞麦蘸着这个野生的蜂蜜像一位千金小姐的话，我觉得大蒜和荞麦在一起，它更像一个淳朴的英俊少年。哎呦，倒不英俊，可能也就像王宝强之类的。我觉得挺好的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要这样弄的话就得加点盐。对，盐味才把它那东西这就对了。搞什么蜂蜜嘛，骨子里头就是个吃大蒜头的人。这个回家吃饭我来给你当幕后策划得了。可以。我再告诉你一个我悟到的东西，我认为最好的食物啊，不是说拿各种调料把它盖住，而是互相成就。有味让其出，无味使其入。今天发小来到我的厨房，发明了一道菜，荞麦饼，就大蒜，但是画龙点睛之笔是在大蒜上一定要放上点盐，然后呢一口荞麦一口大蒜。哎呦，太好吃了。对，你每天就是吃的这个吗？这个是可以，也可以每天吃的呀，它主食吗？你是真的好吃还是装出来的？你没看我都舔这蒜上盐了吗？这能好吃吗？哎，你不觉得人到一个年龄以后，吃东西更简单了？我儿子特逗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吗？水煮大白菜，什么都不放。有一天，我说我能喝一口吗？一喝，甜香味儿。亲，你知道你儿子跟我怎么说吗？说王妈妈，我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牛排。啊，他可能那个也喜欢吃，但真的，比如我说水煮大白菜，我给他放点盐，不要，你可能会觉得。儿子，你怎么能吃这么清淡呢？这么没营养，又给人家又加油，还加蒜，还加盐，那还能吃吗？哎，我们这时间到了吗？录够了吗？我们这嘉宾太爱讲道理了，赶紧送客。你在我们这儿厨房待着吧，我这日子可难受了。你净做那素的不能再素的，你今儿又给我们带来什么了？你听说食生了吗？你说不出话来了。吃生的东西，有生命力的东西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食生了。食生，吃有生命力的食物。想不想试一下早餐？我知道，天下所有的小白兔都是食生的。对了，是吧？这是我要的，就生吃。但是你觉得可能这样不好吃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的搅拌机，我不用你们的灶了。今天这更省事，连灶都不要。美大，你哭一会儿吧，人家山姆阿果不用你。都不用刀，就直接用手往里搁。其实可以加点这个更好，这个是我们老家的燕麦，好东西。你先闻一下。你看你什么表情？好香啊，你看颜色绿绿的，早上起来就喝这个，就喝这个，因为那时候你的胃什么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然后就喝点这个。我就你为了怎么样？你什么表情？你怎么像吃中药似的那种感觉？太大
它真的还是要经过锅里头煮的才好吃。嗯嗯嗯嗯、你就每天在家就喝这种糊糊？早上啊，有什么呀？你老公也喝这个？对呀、啊，挺好的呀。他怎么这么不幸娶了你呢？早餐真的这个特别好。你为什么要这样打成僵僵的？你有牙呀，你的牙口很好啊，你可以嚼啊。主要是为了胃，不是牙的问题。你的胃有强烈的胃酸，它是完全可以消化掉的。它比那个机器强大多了。因为前几十年的这个大量的消耗，我现在胃已经很不舒服了，胃炎了，你明白吗？哎呦，既然你得胃炎了，太好了，我给你做个剩饭。真的。我真受不了你吃的、那个、你做什么横菜我看看。哎呦，我绝对给你做一个横菜。这个你要是不吃我就不相信。你忘了咱小时候不就为了吃这个五谷鸡？对，都成什么样的。这个五谷鸡要对我来说哈，就根本不用炒，直接煮了吃了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有些菜呀、啊、它还是得需要一些炮制的过程。我今天呀、啊、真的是我们让时光倒流，回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幸福时光。行，你是做回锅鸡是吗？哎，想起来了哈，你得焯是吗？开水。冬吃萝卜，夏吃姜。那是吃嫩的姜。哎，我是要煮什么来着？煮鸡肉。哦，对，我都给你弄晕了。由于这个鸡叫回锅鸡，所以呢，相对来说呢，比焯水的时间要再长一点点。哎，就是稍微要把它煮个半熟嘛。其实我现在想起来，我小时候吃东西也特别简单。食堂周末改善生活，不是卖包子吗？你知道我吃包子怎么吃吗？你把皮儿吃了。对，你那个时候没有作为资产阶级小姐被检举啊。然后你知道我豆腐都是什么？初中时我才开始吃豆腐。哎，你看啊、嗯，我觉得这个鸡汤是可以重复利用的。对啊，因为这个是家乡的走地鸡，它非常的鲜。也闻一下，那个鲜香味出来了。哎呀，我觉得你怎么那么热爱这个食物的本身的味道？我觉得这个确实，你所有的这个观念都是从食材本身的鲜味开始的。我有一次吃了那个羊肉，你记得吗？我去那个新疆，哎呦，那个手扒肉那个就好吃啊，什么都不放，就放一点盐，那真叫吃羊肉。其实按照我来吃法的话，这个就是煮熟了放点盐可以吃了。你以后真的不要再来了。我觉得生活还是得有点乐趣。来，要不烹饪了你还不失业了就？行，接下来干嘛？弄什么油？我们那个。哎，你看多少油够了吧？再来点。再来点。哎呦我去！好嘞，先放一点姜，用最小的火。我觉得蒜是好东西。哎，你今天不是带木姜子，你也放啊？可以。一定要把豆瓣的红油炒出来啊！好，花椒一定要后放。这个特别像回锅肉，对，就是那种烤法。要不要提点颜色？哎，放点这两个。姐儿。好像我今天这水是稍微有点多，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咱老家的走地鸡吗？对对对，稍微的我觉得要给它煮一下、煮烂一点。是，这种吃法可能反而热软一点好吃。对，哎，来一点芝麻油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放芝麻油吗？我觉得多此一举要放芝麻油。为什么放芝麻油？芝麻是一种特别好的东西，它促进人的新陈代谢，而且呢它真的是抗衰老的，抗氧化的能力特别强。你看啊，放完醋之后要放两勺糖，因为我们不放盐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豆瓣里头啊有咸味儿。哎，你今天不是带了酒来吗？这哎，趁你在炒我可以爆个料吗？爆啥料啊？放点酒啊。哎，可以啦！老天哪，把你现在炒菜简直是……你咋了？啥事？就是我不知道全国人民知不知道小鸭同志这个烹饪可能还不错啊，但是一看他这个烹饪的方法很江湖，但是唱歌，哎，你唱歌咋样？我唱歌，哎，我在做饭，你不提我的强项。哎，这样行不行？我觉得你满足一下大家的愿望，天天看你做菜，我觉得也挺烦的，你也唱一下吧。我跟你一块唱，就咱们唱那个当年录的那个，我俩吧，到了我们老家，那个时候我们参加我们台里的那个叫什么《欢乐中国行》，青莲心吧，
哎，是新连心，新连心。然后人家主持人说，现在有请梁山的这个两位姑娘哈，山马阿果和王小丫上场，我们俩就去了。然后他，你当时你真的你怎么那么迷恋舞台啊？你拉着我的手，我们俩穿着彝族服装这样走过去之后，山马阿果特别那个说，我们今天回到了家乡，家乡的父老乡亲什么什么，你在那说，然后我特别想笑，我就憋着没笑，最后说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是。五彩云霞，其实你都念错了，那首歌不叫五彩云霞，叫就是哦，情深意长，这歌名叫情深意长。但是你那天你策划了，你说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歌叫五彩云霞，我当时我就慌了，我说我天哪，我不会唱五彩云霞，我只会唱情深意长啊。然后这个时候阿果还要把那个彝族的裙子拉起来，行个礼。来，第一句，来，一二三，开始。五彩云霞空中飘，天上飞来金丝你唱，红军走的是革命的路，革命的花儿开在歌心。哇！哎呀，我觉得一唱歌我简直找不着北，我还是拿着我的锅铲。你知道吗？你挑战了我的一个保守的一个想法。嗯，人家说如果你要去找对象，就是你要跟人谈朋友，一定要就不能找那个左嗓子，就这种人往往是情商低，你知道吗？就你情商好，你都跟人心理访谈了，人家跟你一见面就掏心窝子，人家跟我一见面就油吃麻花的吃。哎，不过真的，我觉得这个挺让我觉得有点意外的，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啊，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我觉得。哎，你忘了，咱俩那次唱完这个歌，那节目收视率特别高哈，全靠我唱跑调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我闻到了醋味儿、蒜味儿、豆瓣儿的味道，姜味儿，可是我真的就没有闻到肉味儿，就很合你的意吗？肉味儿没了。按照你的说法，你都不用刀切，拿手扯，原始人，疯狂原始人。我跟你说呀，这锅菜太美了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每一样食材，它的味道都会换出来。我觉得你这种炒法很真实，其实我们在家里可能就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但是你这个节目倒是挺自然的，挺自由的。你说对了，我们厨房就是自由，可以喝茶，可以喝酒，可以说人坏话，可以唱歌，可以八卦。对不对？然后哎，说着说着，一盘菜就上桌了。嗯，盐味特别合适，对，很浓烈。你说的特别对，食材决定这个食物的一切。对对对，由于这是咱老家的走地鸡，它很脆。对对对。真的，哎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给我弄点汤行不行？哎，你能做点那彝族酸菜汤吗？我呢就喜欢做那个饲养员的感觉，就别人说，哎呀，我想吃这个酸菜汤，哇，我就给他做，他吃的特高兴，我就看着他，我特满足。你是饲养员，那吃你东西的是谁呀、啊？行，我给你做，我给你做酸菜汤，暴露了自己的想法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我喜欢，彝族酸菜。
很香，大家可能一提酸菜以为是汉族的那种腌酸菜，其实不是，干的干酸菜、嗯。而且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原根的叶子，在我们老家这个是喂猪的，人也吃啊，嗯，人也吃，但是主要是喂猪的。其实就像萝卜，你记得没有？我觉得生吃特别甜，煮着更甜。咱先发一下，对，先泡一下。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故乡是什么呀，故乡更多的是一种记忆中的美味。对，比如说你对这个酸菜一定是记忆中的美味、嗯、就这个时候反而特别想吃一些这种儿时的东西。你特别像健康之路的主持人他也是这样吗？一个女人当她在青春期的时候，当她在什么期的时候，你现在可以说一下更年期的话题了。人就是这样啊，越到老了以后，年龄越大以后，你其实最怀念的就是最早期的东西。我觉得吃是应该这样的，就是把你的思想和你的嘴给它分开、嗯、就是有些时候吃应该变得更纯粹一些，比如说你早上的那杯果蔬汁、嗯、我觉得它就是纯粹的是为了身体，是为了这个健康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比如说我刚才做的这个我觉得纯粹的就是为了舌头满足嘴、嗯、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酸菜汤，对对，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？为了健康，同样也为了那一份你最喜欢讲的浓浓的乡愁。哎，我给你讲个事儿啊，我觉得特有意思、嗯、小时候我记得就是我妈妈带我们去农村吃过一种野菜、嗯、你现在还爱吃野菜吗？我现在还有这个习惯，经常跑到北京郊区去挖野菜。你现在还去挖这个野菜？我告诉你嘛，当时我就印象就是觉得蘸水吃。我真的很后悔喊你来这个厨房你开始吧，你现在说越说越离谱了，你都要吃野菜了，你吃野菜你想回家吃饭厨房来干什么呀你、啊哎呀，我突然就是真是觉得完了，做完这个节目那个回家吃饭就。你现在已经上升到吃野菜的境界了，你做野人去、哎、你、啊。但是我真的喜欢吃。这个你喜欢的。对，这个也是我喜欢的。土豆怎么煮都好吃。没错，我也觉得。你是一个正宗的凉山人吗？对呀、啊。那好，这两样允许我放进去吧。放，就是提鲜和香，它其实吃起来不辣。按照沙马阿果的口味、哎。你做的这个菜我喜欢，没有油。但是尽管它没有油，我觉得此刻可以允许我放一点点芝麻油吗？哎呀，别放了吧，可以放木姜子就够了。哎，我觉得可以拿那个棍儿直接刮这个，这个一放进去那个酸菜的味道就出来了，它没有把它盖住，那个酸菜的香味也出来了，所以我说这才是食物之美，因为它不抢，但是它互相把它的好美味给它激出来，而不是把它的味道给盖住。你要吃的咸盐淡一点，合适就行，就是把它的味道能提出来就行。我是这样的，起锅的时候再加点青椒，这个时候有它的清香的味道。嗯，好了，太太的调味品和双汇集团喊你回家喝汤。太太的调味品和双汇集团呢，也提醒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这样呢你就能知道彝族的这个酸菜汤它怎么做的。其实非常简单哈，太简单了。来，我还你就喝上了我的呢，你的碗在那儿。彝族人特逗，说你吃东西啊，你要好吃，你一定，如果你闭着嘴这样。人家觉得你这人是不是觉得这个特难吃啊？就是你，哎，你给我吃个你们彝族人的吃法，来来来来来，好吃。你听到了这种响声，觉得很享受。亲，快喝汤。哎，你说这汤我做的好不好？哎，我觉得挺好的，而且有没有家乡的味道？有，我都装下了你的乡愁没有？有了。
饭也做好了，嗯，吃也吃撑了。其实，在我们老家啊，有一个习俗，就是吃完饭之后呢，一定要唱一首歌。对，餐后曲啊，对对对，那首歌我特别喜欢听，因为充满了期待。是什么来着？刘克歌。刘克歌。你呀，就是这个古人的歌声。其实我最想说的话就是，我亲爱的发小，不管你是多么的挑剔，不管你做菜怎么不用油，怎么不爱烟熏火燎，怎么不热爱厨房，我还是希望你再来。嗯，珍贵的朋友，朋友，请你留下来，留下来。